你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安排上啦，就是这一大箱1983的盲盒和周边，里面全是1983收藏级的潮玩，全都送给一个人，感兴趣就关注并且三连跟我互动吧。咱们先来看这个爱比如中世纪情书系列，这个系列之前我是端盒了，你们最喜欢哪只啊？希望我能帮你们抽到。对了，爱比如也出 NFT 数字藏品了，这也是他的首个限量数字藏品，叫爱比如蒸汽朋克系列，这次发布7款，收藏级6只加传奇级1只，收藏级就相当于基础款，传奇级就相当于隐藏款啦。我把我之前抽到的拿出来了，所以你们收到的是没拆袋的男伯爵哦。 Little Amber 熊抱日记系列，我非常喜欢这套盲盒，当时端盒了，后来我又凑到了这只的异色款，就差隐藏了。不管这只是什么吧，是隐藏我都送给你们。收藏级数字藏品分别是发明家、工程师、领航人、探险家、赏金猎人和炼金术师，传奇级叫名侦探。收藏级发售后可以再解锁传奇级。送给你们的依旧是没拆袋的 Brody Baby 傲娇宝彩虹季节盲盒，这个系列之前我是端盒了，还抽到了隐藏款。我家里盲盒实在是太多了，这套我真不知道放哪儿了，我拆个袋你们应该不介意吧。不只有爱比如的数字藏品，之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的 IP。 银河旅客三区平行宇宙系列，这个系列我之前端盒只抽到了基础款，没有异色，希望这只能给我来一个。和普通潮玩一样，数字藏品也是可以交易的哟，总量有限，买一个少一个，有了它也就拥有了潮玩的优先购和专属优惠。呼尼埃及幻影系列，这个系列我也特别的喜欢，端盒了依旧没有隐藏。这款爱比如 NFT 数字藏品大概在6月份发售，大家可以留意1983官方公众号。这个系列又大又沉，特别值哈，依旧把没拆袋的送给你们。太空胶囊展示盒，我在1983家买了好多这个胶囊盒哈，用来放隐藏特别好看。我给你们随便拿一个看一下效果哈，基本上盲盒都是可以放进去的，下边你还可以放一些小绒球做装饰。Brody Baby 彩虹季节潮玩口罩，这是它的款式图哈，连口罩都有隐藏款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皮匠给大家带来的1983明星潮玩宇宙大开箱。如果你想要面前的这所有盲盒，就关注我，再多多跟我互动吧。我们下个拆盒视频见，拜拜。